队伍有没有需要帮你们怎么样的？开心的和管中敏一起大合照，马英九显然对台大拔尖成功很满意。不管是古今中外啊，一个政治人物的诚信跟清廉，比他的生命还要重要。我们发现民进党在这方面是完全不及格的，让全民都失望。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断尾全身，看你怎么定义啊。学校只处理学术的事情，其他事情都不要问了。换个场景，朱立伦、同框张善政再对林志坚加码演出。我们怎么教育我们的下一代？所以我必须要说，这一次是台湾人民的胜利，但是到现在为止，林志坚前市长还不肯认错，蔡英文总统还在瞎挺，民进党如果连这一点反省的功能都没有，那台湾怎么办？换掉一个抄袭的，再换一个挺抄袭的，包括蔡总统说相信他是清白的，他就捍卫他清白。啊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就不要退选了。事实上的话术，我还是觉得怪怪的，就说啊是就是，不是就不是啊，哈、哦，这道歉也不像道歉，那个哦认错也不像认错。尽管林志坚已经退出战场，但在野党还想血流成河，想把攻击力道对准蔡英文，继续泼脏水。但反观民进党。郑文灿、郑运鹏、林志坚、桃园铁三角已经快速重整队形。这个月的选举哦，是一个不好的示范，因为论文的争议淹没了一切。我们看到了泥巴战，看到了抹黑战，看不到市政来对焦。那这不是民主选举的常态。选举本来应该是比较候选人、比较政见，但这一段期间因为论文而整个选举失焦，节奏也都乱了。林志坚为了争取自己的清白，他退选而要去力争，这一点我们予以尊重。绿营大咖们快速止血，要让论文议题利多出尽，选情止跌回升。进行文字我了。